好，来，我们先从彩妮，先从右手边看起。那我当然也希望在电影节的期间，我们持续的看到这种发展，因为电影节就是一个最好的场所。你可以看到这一两年来，就是说最专注创作的，然后已经经过筛选以后出来的一些作品，包括一些很新锐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趋势。你知道这个三大影展的这个交易情况，我觉得可以把这种信息也给那些创作者，比如说那些买片的、卖片的人到坦诚去，然后回来跟你讲说，哎，今年最夯的是一部印度片，是那个什么《餐盒拿错》。比如说，那我觉得这种信息都会对创作者都会有一些刺激的，因为并不是说商业就是妥协，不一定。所以你要知道外面的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，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进步。我是那种当评审的，是都蛮 enjoy 的。我以前也有当很在电影节的地方的时候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反而是可以不专心，整个礼拜就在看电影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不一样，当导演之后，自己真的当导演，所以现在看电影，我看电影的方法有点不一样。对，我现在也会很注重，就是电影手法跟那个对不起，那就导演手法跟那个导演要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，里面有什么的含义。要表达有没有表达得了，像这一块我现在是常常很注重